雪蟹底儿。妈，这个没完全解冻，还带点冰碴，自然解冻就可以吃，这个不用加热。然后收到货之后就直接放冰箱冷冻，想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解冻就行。孩子不爱吃饭的话，可以给他撕碎了，然后拌到粥里边，就特别爱吃，小孩都喜欢吃这个。